杯还有热食的。不可思议，合欢山竟然有电池的那个机车的电池处，好酷哦！因为这已经是合欢山还蛮高的地方了，所以大部分都是树没有太高，然后大部分都是以草为主。因为它这个是花莲跟南投的交界，所以那个是目前这边是秀林乡，对面是停车场。